木槿见过三公子。之前三番五次相邀，木姑娘就是不来，却不曾想，木姑娘最终还是来了西风院。我想，木姑娘和我们家三公子是有缘呐。木槿谢谢韩先生和三公子的救命之恩，木槿有生之年必定回报。父后已经同意你留在西风院，并且。 将你的契书也已经转入西风院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西风院的人。如果以后再替人出头，就报西风院的名字，西风院自然会护着你。倘若在别的院落还要干那些采花偷蛇的勾当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说你是西风院的丫鬟。是。 这么说，齐放真的出现了。是，齐放当年被金谷真人收为关门弟子后，练就了一身好功夫。只是，据说他戾气太重，被金谷真人逐出了师门历练。六字之心，齐聚我手。部署下去，秘密追捕齐放。是。 禀报侯爷，连夫人派人来给您送汤了。进来吧。是。奴婢给侯爷请安。这是夫人特地为侯爷熬的暖胃汤。放那儿吧。 又是你，这是夫人的心意。把脸抬起来。你哭什么呀？在这生活不开心吗？还是有人欺负你？说出来，我不会让任何人。 遭受不公的，侯爷，奴婢可以不要俸禄，奴婢宁愿去杂役房，求您把奴婢调离荣宝堂吧。